嗨，你好。哦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乔丽。我姓张。哦，您好，张先生。哎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说我从刚刚就看到好多好多茶壶哦。哎，那请问这里是？我们这里是三敦石茶壶博物馆。哦，三敦石茶壶博物馆，难怪看到那么多很漂亮的一些茶壶。那请问一下，您是这个馆内的？我是馆长。哦，馆长，馆长，失敬失敬。那请问一下说，您为什么会想要说创建这样子的博物馆呢？因为我们住这边200年了，都是做茶，然后我是第九代，然后我们做茶都会遇到茶壶嘛，所以我们因缘机会的关系，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茶壶。哇，真的、哦？那么既然是，我有个很小疑问哦，那请问一下，茶壶跟茶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只是拿来泡茶而已吗？因为各位一般的人都会有个疑问，说为什么我们泡茶一样用到茶壶、然后用到茶壶一定要用到宜兴的，一般人不知道、所以我们是响应政府的政策，然后把我们历代的收藏然后做一个博物馆这样展出，让人家知道说怎么样泡一壶好茶。哇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张先生呢，为什么呢？宜兴的紫砂壶有什么样子的特点？为什么要用它来泡茶才会说真的比较好喝呢？因为一般的陶哈跟它的不一样，它是多了一个砂字，它叫做紫砂。然后因为它有这个砂的关系，所以它看起来特别有精神，特别的漂亮。然后因为砂的关系，所以透气性特别好。然后透气好呢，就会跟它茶的香味跟滋味有关系。真的吗？居然有这么大差别耶！哇、真的是有这么差别，没有错。因为我天天在使用，我非常的清楚。真的、那还有怎么样子的一些优点呢？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它就是说它的颜色很漂亮，然后第一个就是颜色很漂亮，然后很丰富，然后造型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，它很多变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那个气孔它遇到热的时候它就会张开，然后就会释放氧气跟茶汤相结合，所以最能够提高它的香味跟滋味，一般的陶没有这个功能哈。另外再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它的壶跟一般的陶不一样，就是说因为它透气性特别好，它里里外外都布满了个气孔，所以它是越用越漂亮，然后越用泡茶越好喝，越用泡茶放越省，然后越用越值钱，所以跟一般的陶是有区别的。然后它的特点很多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讲完的。哇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！没想到说茶壶跟茶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关系耶。那可不可以请张先生再给我们做更加进一步的介绍呢？可以啊，那我往里面请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那我们跟着张先生走吧。等一下，请问一下张先生，那请问一下这些图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因为它这个图有五六种颜色，所以又名五色图。五色图，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富贵图，因为它很值钱。那它这个矿在地里面挖出来之后，在这个晒炉上面晒在地里面它是石头嘛，它会跟别的泥或石块夹杂在一起，所以在这个晒炉上面晒的时候要让它自然的风化，风吹雨打要3年。所以才会把那个杂味跟不好的味道完全除掉，泡茶才不会影响到茶汤的香味跟滋味。然后它3年之后调水变泥的时候，还要再摆3年才可以做壶。哈，为什么要摆那么久啊？三年，然后再3年才能看到我们现在的它的土吗？对对对。为什么要摆那么久呢？因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材质，它又要经过氧。